经典打外星人题材的回合制战略游戏 XCOM 2 Collection 在 iOS 平台上推出咯。这一次收录的语系中包含了中文，弥补前作 iOS 版本没有中文化的遗憾，让玩家们不用在雾里看花，能够轻松体验游戏内容。本作包含了资料片《天选者之战》以及四个 DLC 组合的内容，也就是说玩家可以在你的 iPad 或是 iPhone 上体验到完整的 XCOM 2。为了配合触碰萤幕来玩游戏，和其他版本相比 ，iOS 版本重新设计了游戏界面，图标更大，更方便选择指令。如果想让士兵前进，只要连续点击两下目的地，等待就定位后，再透过左方指令列表来使用各种战术动作，运筹帷幄都在一指间完成。巨大的 XCOM 基地也搬到了手机里面，玩家现在可以随时管理基地设施。有了这个强力的后援，士兵们就能够尽情战斗啦。点燃反抗军的烽火，这一次要在手机上消灭外星威胁，拯救全人类。